习惯。比较重。拳头握好，陈培明拳头握好，不然受伤。移动进去打，你在原地打是打不到人的，要步伐去移动。打肚子啊，肚子露出来，直接打肚子。对哈，全身组合。第三角角度拉大一点，往两侧跑，不要走中间，这踢太低了。不要想打就碰上去，要去结构整个进去再打。对对，起码这样。对对对，好多了。不要贪打。哎，这下还不错。哎，很好。你要不要不要管他动什么，就一拳把他堵开来就好了。没，或鞭腿把他扫开，就不要鸟他。太重了。哦，好。失重心要慢慢想办法补。打架就极端了。对，太重，小心，哎，哪吗？击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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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距离太远了，太远，太远。对，击中，对，被扯住不要怕。